这个事情很大条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嗨，伙伴们，因上次店长告假，大家措手不及。今天实施职务轮啊，完了，完了，真的 fucking 职务轮调计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想要先看哪一个？你们两个为什么都不说话呢？哎，康哥，如果康哥在这边跟在这边 OK， 在这边他就比较麻烦。这边不 OK 的。好，他是经营之神哎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先看比较简单的接待部。接待部，耗子，耗子在接待部是最轻松的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耗子。 颜值担当，门面担当。对呀，我们就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，我对餐饮部跟那个饮料部我都不熟。饺子，你现在最担心在哪？我要开饮品了。饮品。好，一二三。饮品。好，一二三。OK 了。OK 了。哇！两个。还好。我会被你骂吧？很久没被你骂了。我现在只有被你骂的份，我有机会骂你。你先做错事情才被骂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开始了。好，餐饮。 不用开了吧？他现在头很痛，恭喜！我们自己行好。我们今天要开店吗？要，来这个拿去穿。